笑，大仙不闹。莫不来，我真是一手伽罗。早起。嘿呀，他结束了，一剑，两剑，三剑，他直接对线下崩了。直接崩了，他开大招，关大招，开关大招，这样的话你的队友的暴击跟移速全部都能上来，很关键的，好吧，一定要会这个开关大招，上去给他一剑拉扯一下，再一剑拉扯一下，再一剑拉扯一下，慢慢来，再一剑。啊什么这么多人，这什么鬼啊，他里面躲着一个在盯我，这破解了，他开大招的时候加双抗比较硬点，压力太大了。这么恶心吗？要随便点，在坑里面给我点。哎哇、nope.帮我解一下，得跟他对刚，站在这里一直点就行了。超长距离，开大招，开点，开点。那站在这个阵法里面是一直加暴击，他想拉扯我，再拉扯他，我左右拉扯，反正我一直能出去。他们在炸，这根本就没人管我了，管不到了已经。